诗意今天是什么 ？Black coffee。怎么煮啊？如果有 Snoop Dogg 比较更好。我要赢了。有没有想过 View 99？玩什么？乌龟乌龟叫。来，我们先试试水门砖。水门砖，Yes。乌龟乌龟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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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上面可以选 delivery 跟 take away，我觉得 take away 比较好，因为 take away 有 15% off， 还有哎，它很靠近竹北 CMLT 耶，所以很方便啊，我自己去 take away 就可以啦。你这个人真的很 steady 啊，永远都不输。我以为你输了只会叫两道菜，我想不到你叫这么多菜给我，还有大空地哦。空地，你有想到大空地、就是？我没想过在家里可以吃好像餐馆的菜。大空地，哇，这个是很香。我很喜欢这个，这个完全 satisfy 我的 craving。为什么？这个是 beef rib 吗 ？OK。因为它配了薯条，然后重点是它带有点微辣的感觉，所以吃下去真的会上瘾。它的牛真的很嫩，很嫩，很嫩。哇，你这个对我真的很好，我真的没有想到在家里可以吃这个。我咬的时候，我觉得哎，它煎得很好，里面的味道很香。哇，那个墨西哥真的很好吃，对，很出色，很出色。披萨我知道是他们自己做的，是吗？它的 homemade crust 是很薄的，很薄，虽然松了，反正还是这么脆。对，你后面拿回家还是脆的。这个就是他们的功夫了，很香啊。这个鸡你叫的最好了，真的。你看它配合不同的 sauce。mushroom 三包美油 brown sauce 和肉美油，一道鸡，可有四种口味，真的很幸福哦。有心，你还有蛋糕给我。最完美的 ending 就是有 cake 啦。还有谁啊？对，他们精心调配的，因为他们是 halal certified restaurant， 对，不能喝酒，所以有这个 mocktail， 我这个是 kiwi lime 组成，很 refreshing 啊。我这个很明显就是奶鸡，嗯、你知道。过了50块是非礼勿入的。